猫咪软便怎么办？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内科专科医生。猫咪软便的情况很多，首先食物方面，比如突然的更换猫粮，吃了比较凉性的饮食，引起胃肠道不适，或者幼猫喝了牛奶后，因体内缺乏消化牛奶的消化酶造成的乳糖不耐受等，都会出现猫咪排软便的情况。宠主在喂养中要注意猫咪的饮食方面，其次寄生虫方面，没有做过驱虫或者驱虫不成功导致体内还是有一些寄生虫，也会导致软便，所以主人要定期给猫咪做驱虫。再者，胃肠炎及传染病如肠道炎症、猫瘟等疾病，猫咪也会出现软便，这时宠主要将猫咪带去宠物医院检查诊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，并做对症的治疗。所以宠主在养猫咪的过程中要特别留意观察，若不明原因的软便要及时带到宠物医院就医检查治疗。